看《新兵进行曲》。刚才我拢号称是一派英雄哦，去过鱼丸，就在做，结果鱼儿园删掉了吼，做那白波。这个做诶吼，啊，我们这是业余艺术诶。你敢有听见飞的山那路途，看碎一些人的心肝。要喷这支不简单。这首歌练多久？大概吹过三次左右。说三次可以吗？黄宇兄弟，新兵进行曲，社会大特别。我们的美女特别来宾香花姐。什么任务？哦，我今天的任务真的是很伟大的任务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是来慎重介绍，是演艺圈的德高望重的大哥大。怎么可能呢？那由花姐来介绍，那她的地位一定是相当不错的。除了身份地位之外，是她的关系跟我非常的密切。那不会是花姐的情人吧？那是谁？是我的梦中情人。哦，到底是谁呢？那我们来听一首《回乡的我》，欢迎于天于爱。走遍了天涯海角，也是故乡的日开。吃遍了山的海味，也是阿娘煮的口滋味。秋风一年一年吹，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已经是一个受尽风霜、吃过苦楚的人。故乡的父母，旧年无看的好朋友，早日思念后卡痛，互恁烦恼的我，已经倒转来，已经成功。是你们叫我长官，我从当兵服兵役的时候，二等兵进去，退伍还是二等兵啊？辈分，对对对，你现在都新兵，都菜鸟啊，你不是老兵。在演艺圈里头，我是老教的啦，是老教，你不是老教，你已经算总司令级啊！哎呦，你哪个做得起就要退休啊啦？我起码不能得退休啊，我转到政坛啊，没有，真的，先为民服务，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今天呢，找来了两位好朋友，哎呦，好朋友，你现在为民服务就对了。哦，以前呢，你都服务我们演艺圈，我讲实在，艺人只有我敢吃他、喝他、睡他。哎呦，哥哥，你忘了吗？有睡过吗？于大哥睡过头这件事儿，你可要讲清楚、说明白，否则回家小心雅萍姐叫你跪算盘。你现在为民服务就对了。哦，以前呢，你都服务我们演艺圈，我讲实在，艺人只有我敢吃他、喝他、睡他。哎呦，哥哥，你忘了吗？有睡过吗？不是，都睡你们房间吗？你忘了吗？各位，讲清楚，邓颖会怕。以前我怕鬼嘛，啊，我不敢睡觉，每次都跑到房间睡觉。啊，他跟雅萍姐他们都打麻将，他们房间都空在那边，床铺里面睡。你不要误会哈，今天呢，我还特地来上你们这个节目啊，是，特地还带了两个好朋友。哎呦，我介绍他们进来，让我们认识一下。他们呢，虽然年纪比我轻，但是我的同，我是我的这个同事，而且是我的长，等于是长辈。
下，是演艺圈的同事吗？当然不是啊。在演艺圈里头还有人比我老吗？他在政坛是蔡椒啊，那麻烦于大哥好好的帮我们介绍一下啦。带来这两位呢，是在立法院表现都非常优异的，一个是李俊毅立委，高志鹏委员。请你不要这样子哦！好了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站高志鹏旁边比较危险一点。怎么说？因为我们主席啊，蔡英文也讲过，他是危险人物。危险人物，所以你不要靠太近啊。那我可以换这边吗？一夜烟烟啦，因为一无破软。哎，这个单身的啦，就过就过没有，就过没有。委员平常有没有空看那个电视？应该没什么空哦。有有，我有看《新兵日记》啊。这次熟了嘛？那你认识我吗？认识啊，庞班长啊。算了，我没门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三位呢，之前呢都有当过兵嘛？当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有没有什么当兵好玩的经验？好玩的经验。我是哎，这个宪兵啊。宪兵。宪兵啊，宪兵啊，领袖的铁卫队哎，很严格的单位，所以是宪兵特战队吗？你那时候当宪兵的时候，还没当兵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发片唱歌了吗？已经一队啊，已经。那你去宪兵有没有特别被抄？哦，抄这样戏哦。高志鹏，你以前是什么兵？当什么兵？通信兵。高委员。运输兵。运输兵。我大学的时候那个喜欢翘课，所以没有资格考狱官，就后来当兵就。想说不要只当兵了，后来去士官队操了三个月，真的三个月，每天跑5000公尺，500障碍。我不休息，我不休息，他只怕被垮。那边做福利针哦，也在枪串档来做替身嘛。哎呦！但是李委员，李委员当什么兵？海军陆战队。哎呦！没错，报告那个学长，我是您学弟559梯的。请问学长是玉官33期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先去101才能跟你说话。他早上都朝上，我伏地挺身呐，好，仰卧起坐了，早上跑5000呐，啊，那去洗啊吼，啊，挨个去耳游泳啊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打靶刺枪啊，都来都对了，哇，很多管道训练的，你这样做排名啊？委员们年轻的时候都为国家奉献，当兵长笑脸，现在还在为国家奉献，笑脸，6块鸡呢，6块鸡，还有吗？啊，你还够减嘛？我还差8块，现在剩1块。好，那既然委员们都有做过当过兵的中兵，我们还能不来玩个游戏？是是，顺便考验一下，回味一下。像我们这边哦，最不会抄人的出来抄，来由我们士官长来抄，那就随便你抄好了。变个定啊！我就让你们回味一下，我们玩绝对指令。有平常问政严肃的立委，在美丽士官长发号施令下，要在最短时间记得口令，做出对的动作，比比看谁的记忆反应最厉害。各位有没有看到三位委员在这边？我们桌上放的就是我们当兵平常用的盥洗用品，有钢杯，有脸盆。向花姐问你一件事情，为什么放3个西瓜干嘛？小绿啊，哎呦啊！这是保护性命用的耶！对对对，李大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桌上的东西。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！来，说考验就考验了。三位委员，请听好啦！请注意听好，注意听好了。我的指令是：毛巾挂在脖子上，左手……哎，喂喂，我没有开始，还没有动作啊！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啊！毛巾挂在脖子上，左手拿脸盆，右手拿肥皂盒，牙刷钢杯放盆内，钢杯在左，牙刷在右，钢盔夹在右边腋下。我相信一遍应该听不太懂，没关系，我再一遍。好，毛巾挂在脖子上，左手拿脸盆，右手拿肥皂盒，牙刷钢杯放盆内，钢杯在左，牙刷在右，钢盔夹在右边腋下。开始动作。Get it！
在脖子上。哎，有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哈。左手拿脸盆。哎，哎呦，左手。于大哥错了，于大哥错了哈。第三个是右手拿肥皂盒。哎，也是于大哥错了。牙刷钢杯放盆内。哦，三个都对了。钢杯在左，牙刷在右。高委员，高委员对了，李委员也对了。对，好厉害哦。钢盔夹在右边腋下。哎呦，我们恭喜高委员，做正确，完全正确嘞。我们呢，获胜的呢，也有一个小小的奖励，就是得到士官长的加持。士官长的抱抱，哎呦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我是一个加持一个吗？于大哥，你也要是不是？哎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呀！李伟，李伟，李伟要不要加持一下？老师，请给一点。哎呀，哦，爱的宝宝。哎呀呀呀！哦，爱的宝宝。哎呀呀！表现已经很好，那就是与民同乐。谢谢三位委员。其实我在这边还要再跟大家好好介绍，其实三位委员啊，身怀绝技。于大哥，我们不用说，在歌艺上面呢，已经算是老的常青树。对，而且水准已经是常青树了，常青树了。你讲那个什么话？什么叫老的常青树？一定要特别加强吗？我们要加强，就是已经算是我们的歌艺界的佼佼者，也是最 top 的人物。可以说，但是这两位委员呢，听讲拢做杨秋瓜，高志鹏歌唱的不错。当宇俊义哦，是委员当的不错，就把盆的啦，吹啊，吹笛子啦，哎，吓到我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就先看委员好了，于委员好了，哥哥，大哥，给我一个机会啦，你哪波想我依然特别正常。除了开场介绍你之外，我没有事情做。好了，哥哥，我你恭喜啊，那我接机会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在这边。公开一个小小的秘密，公开。我其实我在12、13岁的时候已经暗恋于大哥了。哎呀，你们都不相信了。我那个时候看电视就看到他，我第一眼看到他，我就说这个人我真似曾相识啊。对呀，我就怎样说，啊，我就跟我老母跟他讲一句话，讲，那个跟你老爸生的就同款的。因为我有跟他讲嘛，我讲吼，你第一次的一届吼，伊全伊家己为吹球吼，啊，伊为吹球，姐姐咩好，他们个试一下，因母啊继续讲，哎呦，天哪，你哪来吃啊？你这样讲，你大哥跟我爸长得超像，跟我年轻的爸爸好像哦，所以我就对他一直就有一种恋父情节，会。但是呢，我讲实在话，演艺圈我真的很爱他，但是他也是我爱不到的男人。哎呦，因为后来我长大以后，我都很希望有机会跟他有来电，可是不晓得他那么早就认识雅萍姐。感情又好到不得了，所以我认了，当妹妹就算了。我讲阿伯那边第三面门牙卡起用的，小姐，那我觉得今天有机会，对唱一下，绝对是让你有机会。我可以扮演雅萍姐的角色吗？没有关系，你给你换了几天，我今天满足你的要求。太棒了！既然小姐你想唱什么歌？我现在最催发的是有人跟我同一个枕头呢。哇！大概点点哦，卖哦，亚平才好听。赶快来听一下于大哥跟小花姐带来的《香囊尽头》。香囊尽头那无你，也会孤单。你陪卡到那无你，也会畏寒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生命的温泉，也是我灵魂的一半。为着你，什么甘苦我？
我身旁这一位李委员，好，也有秘密介绍。刚刚会吹，吹吗？对，你要带什么东西来吹啊？是什么东西呢？后面的。哎呦，哎呦，锵锵锵锵，哎呦，长笛耶！哇，我看他带导游，广告回来为您投。我身旁这一位李委员，好，也有秘密介绍。刚刚会吹，会吹吗？对。你要带什么东西来吹啊？是什么东西呢？后面的。哎呦，哎呦，锵锵锵锵，哎呦，哎呦，长笛耶！要捧这支不简单呢。哎，不简单。哎，我跟大卫各位讲一下，你知道吗？说拿长笛哦，我们就相信他会吹。你知道这个长笛上面还有写名字，李俊毅。哎呦，这就可以证明说这支笛子不是借的，他是怕被人家偷走。对对对对。厉害厉害！那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曲子呢？我要来这个快乐的出发。哎呦，快乐的出发！4年哦，差不多。那这首歌练多久？大概吹过三次左右。三次而已哦，差不多。一支花打个龙也要唱啦。是是是，那个吹起来就比较顺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已经如果练熟了之后，他差不多熟的歌曲都会吹了。对对对，真的。哆来咪发嗦都抓到。开玩笑呀！三次吹成这样子，我们李玟是天才型的选手。真的天才型，有造有点天才真功夫。对啊，李大哥哈，那几首歌啦，唱两版的，差不多能出唱片。真假，接下来第三位压力大了，怎么样？班门弄斧姐，其实哦，卡萨我拢号称是日本英雄哦，唱歌有完，再过，再再过，再过，幼儿园删掉了吼，主要摆布，这个收啊哈，是，我们这是业余艺术的，都靠买。那高伟要带来什么歌曲呢？我来唱一条，本来是姜蔚唱的，被萧敬腾有改唱的。哦，刚刚来听一下高伟带来的《无言花》。风顺雨来陪伴，灯火照影人孤单。寂寞的滋味，头心肠，不知当时天才会光。你我哪会吃无缘？离开了，才来思念，亲像一缕无烟花，点点来开，点点碎。Thank you.
一些人的心肝。你有偷偷走去训练，很好听呢，真的很好听，你们处的，我觉得有职业水准。现在在你少年没做瓜哦，我问这个被你干掉了。永远的大哥哈，真的喜欢听，真的有那个职业的水准，我真的要加油了。他们都唱的这么好，说实在有吓一跳啦，是我们本来抱的期望不是很高啦，是有吓一跳。我讲的是实话，他是属于业余的，其实已经不错的，很厉害的，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玉天大哥，你最后要唱一首，唱一首吧。我刚刚出来不是有唱的吗？不是，我刚刚是说枕头不够啦。我今天有一点，我上来唱歌的呀。你是今天有一点力量爱情我你知道？我卡在你唱哦，拢有钱呀，今麦去人做算起拢无钱呀。今麦为民服务啊，都是做功德的。好啦，坚持掉啦，坚持掉啦。我来坚持得开心，但这块歌吼本来是卡在有一块胶嘛，胶是单位唱的，对，啊，这块是正经，这个是呢。这块刮一下就红色，伊讲啊，有假啊，无红色嘛，真奇怪。对对对对。啊，本来家己要唱，你听，啊，家己唱啊，社会了讲啊，袂用伊娶见两个某。啊，袂啊，再想着讲啊，于大哥袂歹，一个某用三十万，你也无换哦。这点是最好听的歌。那所以最后呢，于大哥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就是《红色》。希望一生陪伴你，温温爱爱吃到老，老到袂当无土豆，吃尽一天工作走。假使我若代身离开，我放你孤单，将你留，你不通为我哭，为我哭，可怜是欠你的，我已经心凉了。先比着比袂到，我会用我一生的性命为你打拼，为你奋斗。你是我的牵手，我的路径，若无你就无。辛苦一万不感谢，也无。